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方向感的大测验啊，我们要找出西瓜在哪里。但是人家真正的比赛是真的西瓜，对，那我们现场不可能种这个西瓜出来，所以经费不足了，主要是因为要请大凯当这西瓜，买不起西瓜，然后用廉价的大凯来替代。好，那要接受这个测试的，我们先请 NONO 啊做测试。NONO 哥，来来来，开始。NONO 哥，听我的，听我的声音哦。2、3、好晕哦。4、5、6，好，可以长西瓜了。右边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左边，好嘞，然后往前打。我还没有偷看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啦，很晕哎！而且我还讲错方向，你还打对，你好厉害哦！总共你总共大概花了25秒打到这个西瓜哦。现在我们要快了吧？测试是我们的尾鱼，尾鱼要证明女生也有方向感，没错，绝对是很厉害的。25秒以内把它搞定。好，好，现在尾鱼来原地转6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停指挥，开始打西瓜，你的右边走走，还没有打，哎，还没有，继续往前停，好，直直打下去，哦，哎呦，没有打到西瓜，没有打到西瓜，我以后了，你不要再往死里打了，打到，不要打到肩膀，哎呦喂，他为什么会跟着我，直接就打到西瓜头了，天啊，西瓜。我怀疑这个眼罩有问题，而且你能够自动追踪。对，不是，因为我有听到他说不是，他也知道我的手在哪里。手在哪里？没有，真的。玉林哥，你质疑的话，你来试一下。我真的非常质疑。玉林哥要试试。对呀。好，刚刚尾鱼啊，总共花了是26秒打到西瓜哦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玉林哥哈。其实玉林哥可以让他转10圈。好，来。偷假包。1、2、3。听我指挥哦，玉林哥，等一下听我指挥哦。快一点！3、4、5，低头要低，6、7、8、9、10。好的，后面，太晕了，太晕了，后面。左边，正前方，直走，往前，偏左，后，再左一点，左后，后面，眼睛都跑出来了，最好周边了。玉哥，不好意思，就刚刚镜头带到你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比较难说服观众。我知道一个玩法了，还是你干脆眼罩都不要戴上。